they really enter with the room. 来自动画展哦，你所看到这个是我们的主题墙，可以看到工业四点零。为了工业四点零，不纯粹只有自动化，它必须结合到工厂端的所谓的管理流程的一个自动化，要把它砍败在一块。其实物联网其实对我们来讲就是响应快速嘛，好，那整合方便，像 ECK 这些东西，其实在国外早就行之有年了。这次的自动化展呢，应该我们绝大部分产品都是跟所谓现在的工业四点零或者台湾的生产力四点零有类似相关。那另外一部分就是所在机器人视觉导引。我们本来就在工业四点零里面扮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包含从如何把一个产品的设计能够尽量的往未来能够更方便使用、更容易制造的方向再做一个发想。透过一个系统的整合，从设计的平台到制造的平台，一连串的能够应用最新的一个科技，把整个客户的需求从垂直线跟横向线做一个整并。在云端的部分，后面有几个 live demo 的一些设计，现场的作业人员也可以随时的使用我们工业等级的例如说平板电脑或者是手持式装置，随时的及时了解现在整个工厂端的产量，然后问题跟状况。我想整个大数据采集会是工业四点零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我们从最底端的资料采集，那这些数据最后透过一个软体的一个整合，基本上把所谓的数据变成是一个讯息，让这样的讯息能够自动回馈到我的一些管理阶层，去找到一些关键的改善点，甚至找出一些黄金的生产图层，让下一次的生产模式或生产计划能够更智能化、更品质更好。